纵横今生逍遥，乘风踏起浪，剑锋无双，醉不沾红黄。风卷一抹残阳，马踏笛声响，仗剑行侠把名扬。他江河万水，黄沙路几杯，江湖剑不平，翻掌一声惊雷，饮千杯不醉，取三江一水，不凡的故事就由我来捍卫。是俯首无背，有分清作对，大侠的傲意就是问心无愧。望苍穹破碎，燃烧我心中无畏。西风吹，我扬鞭策马，江苍月坠，花也飞，愿我不再是他的眼泪。长啸能几回，纵横今生逍遥，乘风踏起浪，剑锋无双，醉不沾红黄。风卷一抹残阳，马踏笛声响，仗剑行侠把名扬。不知廉耻。你这家伙喂我吃了什么？九谷碎心丹，两个时辰内没有解药的话，你可就死定了。你想要解药的话，就去拿兽符来换。好吧，但是正常来说，斗牛兽符的藏宝室肯定有重兵把守，便是我破解了机关，又如何才能拿到兽符？放心，那藏宝室一般只有三个人，其中最强的是后天武者让延宗，我会帮你引开他，你只管给我破机关就是了。其中有一个是诸葛静吗？对，还有一个是唐门的唐若谷，都是将师。那我得去山外取回我的机关箱，不然可能对付不了他。藏哪儿了？我去哪？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。在山外不远处的三块大石头中央有一棵歪脖子树，箱子就藏在石头缝里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给他也下了九谷碎心丹，你最好别耍花样，不然你们都得死。穆总监，你还好吧？你既然没有吃他的毒药，那就自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别急，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好了，穆总监，你没事吧？我中了化功散，浑身无力，你快点走吧。我会带你出去的。这个是化功散，哪瓶是解药呢？得罪了。大概要半刻钟左右就能恢复了，我再找一下有没有九谷碎心丹的解药。东西我让人去帮你拿了，你且先随我来。好。
那边便是藏宝室了，我已经约了让严宗谈寿符的事情，等下我们离开你就赶紧进去。唐若谷此时在巡逻，里面只有诸葛庆一个人，他平时只会埋头研究那些机关造物，你不要弄出太大声响就不会惊动他。好。此处竟如此复杂，我得想办法先找到解药，再去帮审问。唐门机关术的手法，看来这文香教和去年叛乱的蜀地土司奢崇明关系匪浅。按洛清宁的说法，这房间是诸葛静研究机关的地方，而另外一边则是那位让先生的住处。让氏族谱，让鸾，这六合寿符竟然是……所以抓走父亲的是反贼，还是……啊，这是什么？文香教在密谋造反，那这上面的人或许是准备支持文香教造反的人。斗牛寿符不在这里，那就在另一边了。机关兽，审问小儿，你怎会在此？哎，你不是谁来着？诸葛静。啊，告辞。不要着急，沈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。聊啥？这个，让严宗和我说这是一个地图，但我研究了三天，除了知道这里面有一股气之外，其他的一无所获。它雕工精细，线条流畅，更像饰品。刀刃锋利，吹毛断发，更像武器。内里环环相扣，浑然一体，难以拆解。外壳非金非木，刀剑难伤，火烤不化。审问，你我果然是同类人。我们可不是一路人，现在我是锦衣卫，而你是贼。那不过是世俗的身份罢了，我来这边不过是为了这六合寿符罢了。你还好吧？你要不要去看下大夫？审问呀，你不是会拘泥于世俗身份的人，来吧，和我一起解开这寿符的秘密吧。有没有可能，寿符只是一个兵器，所谓的秘密只是一个骗局？不可能，花这么多心思制造这么一个东西，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兵器？虽然我不知道这寿符有什么秘密，不过这寿符上的气却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比如这样。试试我这刚完成的阵图吧。
化光伞的毒已经差不多解了，不知道洛青宁躲哪儿去了。哦，好快的反应！还不赶紧抓人！他可是重要的囚犯。是是是。一起上！好好。怎么跑出来了？青宁圣女怎么叫他跑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先擒下他。哼，没用的东西。也好，让他制造混乱，吸引让严宗的注意力。这是粮仓的方向，我去看看。逃得了吗？速战速决了。如果是在开阔平地，你这阵图我无可奈何，可惜现在是在地宫之中，只要有顶，那这阵图便没了困人之位。偷奸耍滑，太卑鄙了！诸葛兄阵法通神，我确实不如。那试试这个，天地互冲，龙变其中。竟然控制了我的机关兽！
承让了，诸葛兄。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用其他气，我逆转了机关兽气的运转。其他的气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居然救他？清明圣女，你什么你？整天一副诸葛转世置诸在握的模样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老娘不跟你们装了。审问，杀了他。这，哼，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沈兄，救命之恩鄙人记下了，来日再报。你怎么让他跑了？等下他去告诉让延宗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等牛兽符到手，我们直接跑就行。哼，让延宗可是后天武者，想从他手里逃的性命，哪里那么容易？还有，是不是你把那个锦衣卫总旗放跑的？他怎么了？他，哼，倒是替我吸引了一些注意，现在估计被擒下了吧。算了，沈志之，把兽符给我吧。你什么意思？那药丸我根本没有吞下去。那药丸根本不是毒药，毒药当时涂在我的唇上。什么？随风去，越过山与海。